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刘仁宇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收到的一个超级超级大的礼物。叮当，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唇釉，没错，它就是 MAC 最新系列的柔雾唇釉，里面呢一共有14支全系列的唇釉。可以，没有女孩子可以抗拒这个礼物的。哦，对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MAC 里面最火爆的尤物蛋唇膏的同门姐妹。大家知道呢，我身为尤物蛋的忠实粉丝，必然是肯定要 get 这一款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今天会化身美妆博主，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几款颜色。然后嘴巴上这一款其实就是这个988色号的玫瑰沙冰颜色，可以看我嘴巴上这款，我没有叠涂啊，你们知道我平常喜欢叠涂，我今天就涂了这一个。然后它是一个很元气的那种桃粉色系列，而且它上嘴也是那种甜甜的感觉，质地很薄，就很像那种柔绵的慕斯的感觉。我可以涂在手上给你们看一看，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刷头，仔细看，它是一个小葫芦的形状。为什么要设计成小葫芦呢？就是因为为了让大家能够涂嘴巴的时候边边角角都不放过，就能全面的包满自己的嘴巴，是不是超级超级贴心？第二款，当当，这个是991号色，是工薪小辣椒，它是 MAC 的 Chili 家族的，没错， Chili 家族的。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呢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复古的砖红色，真的小辣椒吗？火辣辣的感觉。第三款呢，清新南瓜色，是998号色，很适合夏天，因为涂上去之后会有一种橘子汽水的感觉，清新且不失气场啊！真的，唇釉能做到这种不油不黏，然后很顺，然后又不干的那种，真的很难得 ，MAC 它就是做到了。然后第四款呢，它是983号色，叫做梅子绵绵冰，是浆果色的。不要看着有点深，它其实涂上去之后会淡一点点，而且很有那种高冷小姐姐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但是我觉得比它还要强的一个颜色，994号色，是王炸浆果。为什么是王炸呢？说明它肯定气场比上一支的还要更强。我觉得涂上去就会很像，你马上就要上舞台了，要闪闪发光的那种感觉，其实超级棒，你就要做舞台上的 super star。这个颜色真的涂上去之后，整个人就攻气十足，好吗？最后这一款是986号色，是一个红心火龙果的颜色。它涂上去之后，其实气场很强，而且很显白，很提气质。它现在涂上去很浅，有点粉嫩的感觉，真的相信我，你们会真香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最最最最推荐的6款颜色，每一款都值得给，其实里面每一款都值得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式呀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口红。然后只是这6款是我的心头爱，就是都不黏腻，然后都很柔软的这种质地，是每支口红都拥有的，大家可以多去看看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最喜欢的化妆小秘诀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我涂口红喜欢叠涂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准备来叠涂4种颜色。第一个呢，我就涂这个我现在嘴巴上的988，跟这个994的结合，这个王炸浆果的结合，这两个，这是988的，这个994，看，涂上去之后会偏红一点，偏复古红一点，就是清新加一种高贵的气场结合起来，很好看又很特别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就涂中间这两个，这两个都是以浅色系列为主。用南瓜色打底，这个超级显白的红色，复古砖红，好看，这个颜色超级温柔哎，这个颜色涂上去，大家看，有种油画的感觉，这就是很温柔、很甜、清新的气质美女款。然后这个就是高冷的那种女王款，这两个大家可以任意挑一个，两款叠涂，哇，太好看！我觉得每个搭配起来都有自己的味道。好了。我已经给大家示范了2种叠涂的方法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哪种口红色号，或者说是你喜欢哪种叠涂方法。哦，对，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就是呢，近期会有一个小惊喜给你们，特别期待一下哟，爱你们。